薯饼、煎蛋、饼皮，薯饼包煎蛋的饼皮，这是主要食材，薯饼。但是附属品这一颗蛋就好，我们要做的是蛋饼，不能做鸡蛋，虽然目标是三分，但是我们入制影片以片为基准点，这是饼皮。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煎蛋跟薯饼，煎蛋，煎蛋需要放一点点，浪费点时间，所以就暂停。饼皮的部分因为是放在冷冻，所以要瞬间拿出来退冰。这饼皮在冷冻里面是硬的，所以先把饼皮拿出来。蛋已经煎好了，但是薯饼需要更多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把另外一锅也放着薯饼，这样加上薯饼煎好的时间拉多的，让薯饼能够快一点蒸好。
拆一个蛋。吃就好吃。